老于，把地图拿出来。我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。再往前走，走出这片林子，翻过前面那个山梁，路就应该好走了。干什么你？起来！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，小鬼子跟到哪儿，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！我。你这个疯子，我管他认不认我，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，你信不信？不信，信不信？不信！哎，不许乱来！怎么回事？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。留信号？你看，乔本，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呐，你会的还真不少。哎，云飞，云飞，冷静点，我们现在跟湘青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啊？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，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，大家不能休息了，赶紧走。云飞啊，昨天大家折腾一夜，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，得想个办法。这样，既然他会做记号，咱们也留记号，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。马云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老于，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，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。何坚，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，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，把小鬼子给引开。明白。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，明白了吗？好的，就这样。你赶紧起来。起来。老实点。拿着你的破箱子，老实点。走。高寒，小心点。走。好。那边。阿丫，快走！阿丫，怎么了？发烧了？摸着的烫手。那咱们歇一会儿，给他口水喝吧。好，来。
小心点。哎呀，走不动了。哎呀。来，高寒，把水给我。你喝两口。就这么点水，还再不够喝呢？你别瞎糟蹋。哎，高寒，他对我们也很重要，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。哎。云飞他们回来了。云飞啊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？这次啊，这就好，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。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。不过咱们也别大意，休息一会儿，咱们就赶紧走啊。走。嗯。继续搜。是。设法杀了他，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里。什么？这执行命令。是是。
都小心点，都跟上啊。哎，小本，老云，老云，啊！云飞，危险！我们从那边绕去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冈本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老师，在这里，快来！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老师。乔本教授，五号特工组呢？被我甩掉了。乔本教授，你马上跟我走吧，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。是，行。冈本，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。教授，你放心，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，一定能找到他。来。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。走，我不能没有他。三号马路的，不行啊，好，坚持住，快快点跟上，等等，渡边君，啊，
什么意思？叶卫，我要处决了你。渡边，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总部的命令。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？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。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。基地那么远，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，所以乔本教授，我只能对不起了。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？哼，乔本教授，你别愚蠢了。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，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你死了，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。想不到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。渡边君，我是一名帝国军人，请让我体面的死，让我自行了断，拜托了。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，帝国需要他。老师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啊！老师，老师，钢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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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，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。帝国，帝国需要你去。钢板，钢板。混蛋！小板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哎，我。腿可能断了，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给固定上，忍着点。志博，你在这守着，我去找根绳子来。嗯。为什么要杀我？
博士，赶快抽血吧。谢谢。啊！哎，高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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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！高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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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高寒，谢谢，谢谢。别碰他，你也不用谢他。乔本，你听着，他不是为了救你，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。乔本，你也是人，你也有同胞，我想问问你，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曾经说过什么？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，应该感到光荣。我告诉你，乔本，在生命面前，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，都应该是平等的。乔本多森，你听着，你也算是个科学家，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，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、有良知的人。但是现在看起来，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，甚至连人都不是。志博，帮我一把，来，高寒，起来。背着他走。起来。不用，我自己能。少废话，起来，记着，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。上来。何姐，小心点。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让你这么靠我一辈子。哎，这就是猫耳朵村了，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，大家快点。哎哎，老于他们来。哎，老张。哎呀，哎，老张啊，哎呀，辛苦了，哎，辛苦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到的？
一早就到了，在这儿啊等你们多时了。啊，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，各位辛苦了，久仰各位大名啊。行了，不用客套了啊，桥本给你们带来了，我们也算交差了吧。你们能抓到桥本，万县的老百姓也就有救了，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。是啊，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，会嘉奖你们的。行了，别来那些虚的了，给我们来点实的。会的会的，各位一路辛苦了，赶紧进屋休息一下。走啊，请走。来，请。张队长，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妥了，凌晨3点，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。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？哦，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，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，分成2班，轮流在江上巡逻。据我们观察呢，鬼子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，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的上船渡江，只要过了江，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。好，现在是8点，夜里2点半，我们准时上船。好，我看可以。马云飞，怎么了？高寒晕倒了。走，走，看看去。高寒，高寒，高寒，醒醒！哎呦，烧得很厉害，志博，水。怎么办呀？这荒山野岭的，得想想办法。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。桥本？去呀，桥本，带过来。起来，站起来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别问那么多。干什么？跟我走。走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快！高寒，我进去。哎，只有桥本。桥本，快点！看看怎么回事？我看看。快！快点！
我也是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高寒没事。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。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，我没有骗你。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。什么？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，千万不要打扰他。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。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，我一定会要你的命。马先生，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，我比你更在乎她。乔本，你听着，她不是试验品，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，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。办法，嗯，还有几个小时，睡会儿吧。我也睡不着。那出去走走。Thank you.
桥本多三已经抓获，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，计划今晚渡江，明天即可到达重庆。目前一切顺利，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。于主任，电报发完了。嗯，好。老于啊，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，抓获桥本，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。没什么，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。哎，于兄啊，嗯，不用太过谦了，这次能够抓获桥本，你是功不可没呀。回到重庆以后啊，还望于兄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美言几句啊。好说好说，都是自家兄弟吧。张队长，张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不好了。怎么了？桥本多。